富勒烯羊胎素精华液来喽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详细的来看一下我们的精华液质地啊。我们的精华液质地呢，它是一种属于一种透明的一种精华液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挤在脸上。这款产品呢，它是属于就是任何肌肤都是可以使用的，无论你是敏感肌肤、红血丝肌肤、皱纹肌肤、斑点肌肤，都是可以使用这一款精华液来进行保养的，对你的整体的脸部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的一个修复状态啊。可以看一下，我一般都会在脸上涂半粒啊，涂半粒，这边涂半粒，这边涂半粒，每次使用一粒。那它涂上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性，非常快。因为像我自己啊，我自己是痘痘肌肤，痘肌肤的话，我一般都会每次涂半粒左右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涂上之后按摩两分钟左右，按摩两分钟左右它就吸收了啊。你看，这样就美美的啦，很好，推荐大家购买哦。